生大大赵三先生你好吗？唔该，我依家想介绍自己，我名叫小飞侠玲啊，我今年35岁，我住上苏班十二号庙一到八百年，我嘅身大火155个，我嘅身大主54公斤。我结咗婚，我有2个小朋友，第一女16岁，第二女3岁。我妈妈超过我一代，我老公就感恩我身为教，我办学中学百亿，我唔停教。之前我出国喺香港3年，2021到2028年。我照顧哥哥，哥哥10歲，哥哥喺幼稚園，有照顧小朋友12歲，喺屋企闊住有4個人，甚個幫到買2個廁所，買餸最餸齊3顿餐，到買正嘅屋企。依家我喺訓練中心學緊廣東話，到買學緊啲中國餸。我唔識豬肉，真係我識煮豬肉。我想再要喺香港人位，我揾到啲煎餅，我自己到買雞蛋。我會揀叻菜嘢，老實對我嚟冇，唔可以搏菜。我望先生大大正我，唔該曬大大，唔該曬先生，再見喺香港，拜拜。